加火！加火！诺，注意龙恩。子期大人，忙着呢。有雷大人，有事啊？哦，没事，我就是想过来看看。啊，我可以在这个地方走走吗？你是联盟的首领，自然可以随意在这里走动。不过，我这正忙着呢，就不能陪你了。子期大人不必客气，我自己走走啊。好，请。 咱们烧出来的东西差得太远了，烧了几十炉了，就没一个像样的东西。真弄不明白，他们用的是什么泥做配方？哎，咱们烧出来的蓬贝啊，连小孩都骗不了。哎，舜帝没说让你上任。哎，还不知能不能上任呢。哎，看来仿制这条道啊。 咱是走不通了。要是谁都能仿制，这高尧和于顺也就不是烧陶名家了。哎，这大人，高尧大人来了，正在门口等候呢。哦，快，赶紧把这窑炉给灭了！快快快快快！诺，快快快！ 几位大人怎么今天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？嘿嘿，九黎大人，我们三位奉了舜帝之命，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！高尧大人，什么好消息啊？九黎大人，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之后，你可要请我们哥仨喝酒啊！嘿嘿嘿，那是那是，蓬贝。 经过舜帝的反复斟酌，烧制陶蓬贝的重任关系到天下民生。这个重任本来舜帝要交给商君来管理，可是商君呢，在管理三瓢，他呀凡事众多，舜帝最后决定把烧制陶蓬贝的事，哎，交给你九黎大人了。九黎大人想什么呢？这责任重大呀！哎。 舜帝对九黎大人还是非常信任的，不过东部十大人的教训可是十分惨痛啊！九黎大人要自爱呀！请几位大人转告舜帝，九黎一定干好此事，不负舜帝重托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九黎大人，这是不是好事啊？好事，好事！哎，要不要请我们哥仨喝酒啊？那是那是。 早就知道高尧大人是酒仙，伯邑和后稷大人都是酿酒名家。今天我请你们尝尝我们西南的佳酿。<笑>好啊，啊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高尧大人，这边请。哎呦，这边请啊。哎，好，哎，走。请。舜帝派人来说，让咱们找一个叫福佑的人。 此人在山里，咱们上哪儿去找啊？这是个奇人，他在西南带领大家治水多年，深得民众拥戴，被称为汶川之神。可这福佑是个怪人，从不结交显贵，独自和女儿圣姑啊住在巫山里，很少走出大山。我们很难见到他。福佑和九黎是死对头，可福佑呢广得民心。 九黎拿他也没有办法。九黎战败，西南部族归属三苗之后，福佑父女深居简出，有苗氏几次请他出山，连人都没有见到。
乌山应该就在这附近吧？嗯，诺，不过两天的路程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他。 九黎大人已经熟悉了陶鹏贝的烧制作坊，今日就可以接手作坊了。做得真不错啊！嗯，我也该北归了。以后陶鹏贝就有南北两个烧造处，以归瑞为准。这里为辅，多谢子期大人指点呐。九黎大人，有一句话我得说明白。 我在这里留下了三位工匠师傅，分别掌握着调制陶泥、压制泥胚和窑炉烧造的手艺，别人不得过问。九黎大人别多心，这是舜帝制定的规矩，谁也不能破坏。不过问，倒也省心呐。<笑>每日烧造出来的陶鹏贝，由护军押送至专管的仓里，仓里。 由商君掌管。知道了。九黎大人，这鹏贝啊，已经流通天下，此事可关系重大，以后啊，就全靠你了。哦，舜帝放心，我一定干好此事。啊，对了，过些日子，我想和他们去趟巴东的上游，看看雨儿在那边治水的情况如何。不过呢。 那边水情复杂，人情更复杂。你久居西南，有些事情啊，还要多帮着雨出出主意。啊，应当，应当的。舜帝，在这里的事情我已经办完了，准备明日一早启程回归瑞。嗯，有你回去留守归瑞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对了，九黎大人。 我听说有个人被称为汶川之神，名叫符佑，治水颇有办法，不知道你是否认识这个人？舜帝也知道符佑啊。此人呢，徒有虚名，不可重用啊。我呀，也只是听说过这个人，随便问问，随便问问而已。哎。 厉害的于顺，让我上了个大当。你不是正式掌管作坊了吗？于顺在九黎山一待就是半年，于在西南名为治水，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？可不是吗？九黎大人掌管了陶鹏贝作坊，可是关键的三道工序，分别由三个工匠各自把着，咱们不是白忙活了吗？哼，于顺是在跟我斗法呀！ 既然于顺已经动了手，咱们也得有所行动才是。咱们一直以为于顺没有察觉，现在才明白他可不是傻子。方风氏，你得去一趟巫山。于顺已经提到了符佑，雨要是找到了此人，咱们可就全完了。符佑本是过人，又有许多民众拥戴，我一个人恐怕对付不了他呀。吴志奇，你也去。嗯。 在于顺人马赶到巴东之前，把符佑父女和雨，还有车仲和盐一起干掉。诺。符佑这个人怎么这么难寻？我们都找他快半年了，我们走遍了各个部落，到处能听到他治水的事迹，就是见不着他人呢。我不能只为了找他。 耽误治水，这次借竹排，考察峡谷河道之后，就可以组织人准备开工了。不行，这里水流湍急，河道艰险，太危险了。你们看，这两岸的峡谷陡峭，无法清楚的观察河道水势，只能走水路。我借竹排漂下去，你们俩顺河岸走到下游。如果我三日之后回不来，就告诉舜帝，另外选择疏浚地点。 我们和你一起漂吧，这可不行。我水性好，如果出现危险，我可以无碍，你们就不同了。行，那你千万要注意安全。我在下游尽早安排人接应你。好吧，咱们都准备出发吧。好，总首领。总首领，按照当地的规矩，我们应该将鱼血涂抹在脚底，这样可以。
这次啊，就不按你们的规矩来办了。这样吧，把这条鱼放生吧。诺。车中大人，严大人，保重，保重，保重。 小心了，再往前走就是大峡谷瀑布了。你要是有九条命啊，也死定了。真是天赐良机呀！准备好放箭，瞄准前面那些人，放箭！ 哈哈哈哈哈！吴志奇，世上不会再有雨这个人了。水边那些人，放心，舰上有剧毒，一个都活不了。走，快去！咱们再找个地方，准备伏击于舜。 九黎大人。 两个下去，诺。大白天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哎，怕什么？舜已经断了一条胳膊了，得手了。我们射杀了车中和岩，鱼已经葬身大峡谷的瀑布里了。好，干得好！我被烧制庞贝的差事捆在这里，想动都动不了。 你们没去遗言看看？去了，这兵器车马还是差一点。商军对铜器和铜矿把持的太严了，咱们缺少打造兵器的铜啊。于顺他们走了？没有，他们是想把我拖在这儿。那可怎么办？我再想些法子。哎，你们先回去，晚上再议。诺。 你醒了？你是谁？
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叫圣姑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姑娘，姑娘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不用谢，是我阿爹让我来救你的。你阿爹是？福佑。汶川之神福佑大人。 我们找你们父女半年多了，可是这些我们全都知道。都知道。嗯。那你们为什么不见我们？对了，你看见和我在一起的那几个人了吗？我记得我落水的时候看见他们中了箭。他们眼下在哪儿呢？你就放心吧，他们现在跟我阿爹在一起呢。来，先吃点东西。 吃饱了，我带你去见他们。好。这就是我阿爹。车仲大人、严大人、福佑大人，多谢大舅。啊，射来的箭只啊，都涂了毒药，我和严都中了箭。 幸亏福佑大人救了我们。我们和福佑大人商谈了多日，他虽然身居巫山，可对天下事都了然于胸，真是令人钦佩呀！哎，只道皮毛而已，真正了不起的是舜帝，他经天纬地，纵横捭阖，统一了天下，比之皇帝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。至于我呢，这半年之内。 没去见你们，就是想看看这个禹的本事，看看这位要治理天下之水的人，是不是一个只会说大话的人。我之前就听说过禹，他灭亲平定内乱，听说过他统帅大军决战丹水，还听说过他龙口疏浚和平定共工反叛的事情。可没想到他还能治天下之水。<笑>这次看见他漂急流、碳水道，你们相信了吧？ 你们还是看错了。其实那些事情都是舜帝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我不过是个马前卒而已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这次西南之行是从源头开始治理水患。福佑大人说的极是。天下之水发源于汲水和长江，不从源头治理，就是舍本而逐末，徒费心力。可是这回我们跑遍了西南部落。 发现这里并不像治理汲水那么简单，这里部落众多，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，且民风彪悍，要想联合起来治水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是在我看来啊，天底下人心向善，盼望平定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都是一样的。只要你做的事情，不欺天地，不欺神鬼。 不欺祖宗，那么当地的人呢就会信任你、拥戴你。从唐尧到虞舜，不都是这样做的吗？有了福佑大人这句话，我心里一下就豁亮了。不过，你们的脖子上还有一根刺，哦，那就是九黎。福佑大人真是明白之人呐，舜帝现在也正琢磨此事。福佑大人。 你在西南素有威望，真希望能够共襄此事。我想做的事情呢，你们不请我也会来；我不想做的事情，你们就会找不到我这个人。<笑>眼下有一事想问问，你们几个到巫山来找我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三苗的大酋长有苗氏临终前，特意把商君叫到身边，对他说。 西南不平定就不可谈天下治水，所以要找到福佑大人。哦，是有苗氏说的。正是。有苗氏可是我的死对头啊！他虽然统一了三苗，但是他杀戮过甚，积怨太深。就连这样的人在临终前能说出这种话，可见舜帝的仁德之心。他这样的人也能悔愧罪过，懂得向善。 虞舜真是一位伟大的共主啊！哎，
沈姑，你领着雨到宜岩去。车重和盐呢，伤势过重，就留在这里，由我来护理。你早点回来。蜉蝣大人，我们去宜岩干什么？让沈姑在路上告诉你，早聚早回啊。咱们走吧，四五天就回来了。我可以叫你雨哥哥吗？可以啊，不过呀，真有意思，你是第二个这么叫我的姑娘。啊，那谁是第一个？我的妻子女娇。你都已经有妻子了？当然了，还有儿子呢。不过呀，我新婚四天就离开了涂山的家，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去过。儿子现在已经一岁了，女娇还等着我回去给儿子起名字呢。难得你有这么好的妻子。是啊，女娇啊，是帝后给我做媒成婚的。听说她现在天天的在我们部落路口的大石头上等着我回去。后来很多人还给那个大石头起了个名字，叫望夫石。她可真痴情。哎，对了，咱们去遗岩干什么呀？啊，遗岩是九黎囤货物和秘密藏兵的地方，我和我阿爹也是无意中发现的。真的？嗯。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！舜帝从来不主张用兵杀戮啊，这样一来，咱们就可以直接捣毁九黎的老巢，这就可以避免万人流血了。我阿爹他也是这个意思。好好好，走吧。嗯。哎，你这小子！给你说了一箩筐的姑娘，你都不中意，你是不是心里已经有那个姑娘了？啊，真的？嗯。哎，谁呀？她叫圣姑。圣姑是谁呀？这姑娘在哪儿？啊，她就是那个汶川之神福佑的女儿。福佑？其实吧，是我上次去西南考察的时候，正好赶上那里的大歌会，圣姑是个喜欢唱歌的姑娘。哎，对了，母亲，你们知道吗？西南部落的人个个都能唱歌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唱的能有圣姑那样好听。你领来让我们看看呢。母亲，那个，这事儿以后再说吧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。于哥哥。哎。我见过商君呢。啊？是吗？是啊。你怎么会见过他呢？丹水大战之后，他留下来这里三苗，还来我们这儿看过歌会呢。哦，什么歌会啊？就是大家比着唱山歌啊，特别热闹。我啊，还是我们这儿的歌神呢。哎，对了，商君啊，是舜帝的儿子，也挺有本事的。我啊，觉得他长得也挺英俊的。怎么样，用不用我给你们说说？想什么呢？快走吧。治理天下，大大小小的事情可真不少。天下统一，应该有一个人人遵守的标志。这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想啊，军队是保护民众的根本。刑法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泥土和种子是我们生存的根本。你去看看舜帝，一个人在那琢磨半天了，过去看看他。舜帝一个人呢，在想事情的时候不喜欢被人打扰。朋辈代表买卖，不做买卖人们怎么能富起来？累祀代表耕种，不耕种就没有粮食。还有水，水是生命，万物生长的根本，这些都是生存之根本。可这个统一的标志应该是什么呢？舜帝，舜帝，神童一磊回来了，快过去看看。
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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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
商君大人在吗？正在里面清点棚背呢，我帮你去叫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不行，外人不得进入仓里。我是掌管烧造陶棚背的官员，我也是外人吗？这，九黎大人，听手下说你来了。 辛苦辛苦辛苦！啊，商君大人，我来送今天烧造好的陶棚被，这个卫兵不让我进去。九黎大人，何必跟卫兵一般见识呢？这也是顺帝的意思吗？哎，对了，九黎大人，储存棚被的仓廪你还没进去过吧？可不是嘛，我掌管烧造陶棚被，可我还从没来过这仓廪看过呢。啊，九黎大人来了，当然可以进了。 来，请。这么多呀？就这么多棚背？ 还不够联盟调用的呢。这么多棚背，要是搁在一个人身上，能买个天下了啊！九黎大人，天下可不是用棚背来买的。你知道顺帝一年有多少个棚背吗？那还不得用车来拉呀！顺帝半年只有一个棚和一个背画。 不不，这绝不可能！九黎大人，我可不会说瞎话。你知道我父亲吃穿住行全是我两位母亲自己种地织布得来的，他从来不领联盟的俸禄，就这一个棚背，还是高尧和紫气大人逼着他领的。哎呀，真让人难以相信呐！这哪是什么帝君，简直和前首差不多了。多谢商君大人。 让我进仓廪，开开眼，真是开眼了。那我告辞了。好，九黎大人慢走。慢走，九黎大人。好。慢走，九黎大人。那就是一眼，底下那个山洞大极了，装一万人都没有问题。九黎魔粉的兵器全都藏在山洞里，已经经营很多年了。我和阿爹采药的时候发现的。你们进去过吗？没有。那个洞口把守的极严。这个山洞还有没有别的出口？ 仓廪我都看了，卫兵太多。你们集中了多少人？100多人，都是从西南带回来的。好，这回我们干脆不放置了，把彭贝仓廪给他抢喽。诺。 雨哥哥，我听说舜帝的南风可是这天底下最好听的乐曲，真可惜我从来就没听过。你会听到的，南风。
起初是三苗的乐曲，后来在丹水之战的时候，舜帝融入了四方之风，后来又融入了八方之风。应该说，内容是越来越丰富了。这么有气势，这可是把天下的风全都融汇进去了。真不愧是舜帝。 在这等我。 我自己能行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我看看。我脚崴了，好疼啊！你说你啊，真是。雨哥哥，按照我们这儿的规矩，摸女孩的手就是要跟她相好，摸她的脚呢，就是要把她娶回去的。 哎呀，你看，我可没这个意思啊！你们这西南的姑娘，的确比华夏和东夷的姑娘更大方。我们这儿的男人女人，都是在高山大河之间生长的，这性情当然也和高山大河一样自然了。哎，小点声，别把他们招来。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？ 真没想到啊，这么小的一个洞穴，藏着这么多兵器和粮食。九黎的大洞穴在哪儿？这儿怎么没有人看守啊？你看这小洞口，要不是用树叶子挡着，这么隐蔽，谁会发现得了？走吧，咱们上那边看看去。好。哎，宇哥哥，我的脚动不了了。 快点！快点！快！
快点！宇哥哥，你的力气可真大，背着我还能爬这么陡峭的山洞。你累了吧？不累。这可真是副好弓箭。西南盛产铜矿，你看，这青铜箭头也漂亮。东夷和华夏的武器。 大多数都是西南的青铜制作的。我说呢，你怎么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打了这么多的猎物，够咱们两个人吃几天的了。找到了遗岩的秘密出口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可是，在这大山洞里藏着那么多好东西，如果舜帝真的调动大军来攻打， 久离就是守在山里不出来，也能过上两年的好日子。这里山路崎岖，水路艰险，运输辎重十分困难，耗也能把咱们耗死。先别想这些了，来吃吧。好，来，你也吃。 西南的姑娘就是跟华夏和东夷的姑娘不一样，切！认识还没两天，就睡到男人怀里了。哼！你没看见那个火堆灭了吗？夜里都快冷死了，谁让你的怀里那么暖和了？你醒了？哎，来。有一年冬天。 我说你胆子怎么那么大呢？原来你钻进过豹子的怀里啊！哼！你笑什么呀？我昨天晚上在你怀里的时候，觉得就像在豹子的肚子里一样。啊？我可不是豹子啊！可你有虎豹之胆，龙蛇之躯啊！要不然你怎么敢治理这天下的水呢？你呀，就别奉承我了。这是我阿爹说的，他说的话从来都没错。焦怎么样了？来，让我看看。慢点啊。 疼吗？哎呀，还肿着呢！哎呀，你瞧，我又给忘了，摸哪个姑娘的脚就得娶哪个姑娘，这我怎么又摸你脚了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 圣姑，你看，我是这样想的啊，你说那个大山洞里能装得下千军万马，可我看那洞口那么小，他们要是退兵的话，那得跑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觉得他们一定还有别的出口，咱们再找找。 父亲，我让九黎给骗了，他们射杀了护兵。
直到今日清晨，我们才发现，他们已经走了一夜的路程了。舜帝，看来那些蓬贝都被他们掠走了。父亲，咱们能不能改用别的蓬贝？不行，这海蓬贝还有陶蓬贝已经流通天下，如果更换蓬贝，这天下一定会大乱的。可咱们半年采集的海蓬贝，还有两个多月烧造的陶蓬贝，全都被九黎抢走了，这数量太大了。丹水之战。 我和商军押运粮草辎重，我大概算了算，整个丹水之战所需的物资，也用不了这么多。不行，父亲，让我领兵去追吧。九黎盗走全部蓬贝，是我的错，我一定抓回九黎，弥补这个过失。嗯，也好，他们车载过重，你带领骑兵一定能追得上。不过你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诺。 吉国，咱们走。诺。舜帝，九黎是个大麻烦呐。去巫山。远古的部落，隐隐篝火，照亮星辰下图腾的轮廓。夕阳天高歌。 长影在我，燃情将天地涂抹。蜿蜒的阡陌，百家耕作，南边天下方士，泱泱大国。谁策马饮鹅，四海在我。 霹雳肝胆开花下传说，所以登峰乱起坐，古色奏一曲山河，注定九州谁人能描摹？泛舟看向诸般国，山巅飒沓爱之波，万川之月。